说到今天马上要展示的重器呢，请容我先犯几句酸。我此刻是诗兴大发，我没作诗的本事。我想引用几首我在这儿摘录的古人的诗词，比如说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漫山总粗俗。爱惜芳心莫倾吐，且叫桃李闹春风。海棠不惜胭脂色，独立蒙蒙细雨中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”这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蛹的一种花，海棠花。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就请来了这样一株海棠，两薄。说到海棠呢，它不仅美丽，更重要的是它很矜持，很谦让，很祥和。啊，三位请到前面来，我们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尊海棠尊。我们今天呢，除了看这个瓶，那么还有呢一个角度呢，就是它的颜色。那么青釉这个颜色呢非常广泛，简单来说是从宋代我们就开始有很著名的青瓷啊，比如说汝窑青瓷、耀州的青瓷，很有名的南方的浙江的龙泉青瓷等等。那么这个瓶呢，我们是可以用粉青来作为这个颜色。单色釉呢，它没有其他的纹饰，也没有画工。那么单色釉我们要看瓶子的造型与线条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翟先生。三位请。真的是有一种温润如玉、非常内敛的一种美。其实要说青釉来讲呢，我们可以上溯到更早，在唐代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所谓南青北白，是不是？所谓南青呢，是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啊，北白呢是唐邢窑。那么后期的一些文人呢，乃至工匠们，设计造出了这样美丽的乾隆官窑的粉青釉海棠尊。大家注意到，你看起这个棱，然后呢这釉色的堆积啊，自然是到洼的地方去了，高的地方呢就薄一点，哎，就变得白一点，真是漂亮极了啊。那么这样一只粉青釉的海棠尊大概多少钱呢？给大家两个参考的价格。2008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乾隆粉青釉浮雕夔龙纹鸠耳尊，760万元。2009年香港苏比秋拍乾隆粉青釉三阳开泰玄文湖，1800万元。回头商量商量，这在家里如果放在一个紫檀的案子上啊，美不胜收。好，开始揭。相对保守一些，你说很保守，马上要都擦了。好了，就有点负荆请罪的意思。掀开，请你把单位写上。好，360万、300万、123万，有点忒保守了吧？专家给出的参考价是400万元。好，恭喜韩乔生旗开得胜，拔了头筹。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藏宝人出场。
你这是吃饭的碗吗？吃一碗您不够的话，您可以吃两碗。哦天哪，当为当年多亏没当皇上，你师傅是唐僧啊，还来得及，甭想了。李菊生陶瓷艺术作品展8月28日至9月5日天雅盛大开幕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。现在到了较真章的时候了，如果说三位三次都猜对了，将获得由保利拍卖公司提供的曾经在去年秋拍的时候拍得1亿800多万成交价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菊石帖，他的复制品。一说复制品大伙儿就乐，如果是真迹能拿这儿来吗？但是二玄社印的即可乱真啊。好，掌声鼓励三位嘉宾。好，请您开始介绍。我叫萧一鹤，一鹤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，实际上我的名字来自于刘禹锡的秋词：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今天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一件清雍正粉青釉小碗儿，大家上眼来看哈，这个碗呢，胎质坚密，釉色透亮，特别是底足工艺的处理啊，极具雍正时期风格，款式书写，工整，经我鉴定呢，是雍正时期典型的官窑实用器，我给它的自报价是10万元人民币。好，谢谢，介绍得很清楚，只是纠正一个字，这个字呢。很多朋友很多年来一直念错，我们常说款识，就识字的识，确切的应该念款制，款制啊，何为款，何为制，凹下去的为款，是刻款，何为制，凸起的为制，所以才有什么制文描金，而不是识文描金啊。好，三位近前看，专家请。小心啊，咱们有准儿咱们上手，没准儿的话咱们就这么看。这饭碗不错吧？别吓唬我，您别吓唬我，您别吓唬我。大家看一看啊，咱们这究竟是豆青釉啊、粉青釉啊，还是所谓冬青釉啊？啊，一会儿我们请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那位，说说，你这是吃饭的碗吗？这是过去人吃饭的碗。装什么饭呢？是喝汤啊，是盛米啊？喝汤盛米都可以。我觉得从吃的角度来说，它底儿太小啊，底儿太小，上的米饭盛完之后，如果你泡汤的话是存不住的呀。如果吃肉肉汁的话，挂两边下来没吃两口，就剩饭茬汁儿没有啊。哦天哪，当为当年多亏没当皇上，他要当皇上，甭说别的，首先把中国就得吃穷了。他嫌这碗小是不是？对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吃一碗，您可以不够的话，您可以吃两碗。因为那位从来喝汤吃饭不用碗，用盆。用盆，对。那老师是这样。哦，像盆一样大的碗。那位老师，我先解释一下您说的这碗出多少钱？碗足小，他说十，刚才说，实际上呢，这是雍正时期啊典型的一个器型，类似于斗笠碗。哦，斗笠碗我倒没听说。这是第一啊。倒过来不像一个斗笠一样吗？他说类似于，他说的很准确，因为真正斗笠碗是非常直的，这个尖的。再有第二个价格问题啊，当时呢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，当然我心里没底了，我是让我师傅陪着我啊一起去古玩店买回来的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这碗上有花纹对不对啊？对，有这个暗刻。暗刻，暗刻，使这么大劲搁一晚上，你还不让人看见，还让人看不见。这个因为它金贵啊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呀，把心搁肚子里啊，就说它是真的，这错不了，比写的都准。怎么样？那大理说，我就想问你，是刚才说的，你这碗是怎么得来？跟你师傅对，
你师傅是唐僧啊？我师傅不是唐僧。那你师傅是干嘛的？就是我学习这个古玩鉴定的时候，我的老师。对，那老师怎么跟你说？实际上是这样哈，翟老师，我觉着哈，古玩玩的是一个自信，在自己有一定的这个鉴定能力的水平上哈，胆识、机遇都要具备，才可能得见一件好东西啊。是这样说的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老师是不是这么跟你说的？你 go ahead， 什么人说的吧 ？Go ahead， 啊，不是，那不是，我老师是中国人，地地道道北京人。反正我按你们俩的意见来决定我的意见。那最后我们听听韩乔生先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觉得这个碗做的呢，应该是非常的精致。而且色泽看上去呢，就是这个釉面上的非常均匀，用咱们这个业内的话来，就看上去很润。同时他所说的这个碗的底部啊，就得相当于碗，我不知道这叫应该叫什么，底足，哎，我差点说碗腿儿一样，底足，哎，碗腿儿，碗的腿儿，是碗的后腿还是前腿？都包括。种种迹象表明是假的，它是一个做工精良，相当精美的碗。但是谁也不，我说他要是如果是假的，也是以假可以乱真的碗。我这个碗啊，实际上刚才您提到了哈，碗足，实际上雍正年间典型的一个工艺啊，是泥鳅背儿，泥鳅背儿的碗足。所以泥鳅背儿就是这个底足，边的碗很圆润，嗯，像泥鳅的背一样。那这样子吧，泥不泥鳅呢？咱们现在不说，因为，底足一般官窑来说，或者是仿官窑哈，它的底足修胚都非常漂亮。但是呢，这个碗呢有一个特点，啊，它六个字的中间，凸出来的，南方的行里话叫“该三洞”，就是好像是鸡胸。鼓出来的，它是仿这个宣德青花的，有一种宣德青花碗，或者是甜白的碗的碗型，这不绝对不是那个像那个斗笠碗。好，韩乔生选的是假的，而我们俩认为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这他错，没错，韩乔生就是这么说的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可算话一句话了，赶快请专家的意见。对，韩乔生傻了吧？我们俩真的，你假的？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。如果是假的也可以乱真的，那我就说是假的。你请呼保锤。来，我觉得真的，那他假的多好。谢谢韩乔生，你听我的，是假的，大理哥改过来吧。我真的，我真的，嗨，平时在电视上看着锤没有这么大，这往这一搁，锃光瓦亮的，重。好，请问你生死文书签过了？签过了。如果退出来得及，还可以。啊，不退。漂亮的一个碗，赶紧找你师傅。啊，似乎三位嘉宾没有一个人就那么100%的认可这个碗是雍正官窑粉青釉的一个碗。玩的是这份自信。啊，自信是非常好的，在收藏领域，退了吧，心态是需要的，但是要是加盲目二字就不好了啊！不退，我对自己，我支持你，还是有信心的。不退，小伙子，你看端上来就给你端上。哎，如果真的是对的话，将给你天涯古玩城提供的天下收藏录制纪念纯金金牌一枚；如果不对，要当场击碎。退不退？锤是好锤，碗是好碗，嗯，这俩碰不到一块儿去。好。小伙子，你是 A 型血吧？那请起立，跟我一样。最后再问你们仨一回，乔生，真的画了三个感叹号，那你呢？我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就差你了。难道你认为它是假的吗？咋？就认为是假的。那老师再想想，还来得及。甭想了。不改啊，小伙子，你听我的，退。你赶快改。夹，听着了吗？七个夹说了。粉青釉浮雕，请记住，刚才你说是暗刻，确切的说是浮雕，福寿文碗，
碗呈鸡心状，造型隽雅秀美而不失活泼玲珑，胎体盈薄而不失沉稳，净好画呀、啊！釉色清润如水，莹透似玉。浮雕纹饰布局疏朗，工艺精细，胎质坚实细润，款制书写成典型雍正御窑风貌，经鉴定为雍正御窑精品，传世极为罕见。因碗壁有轻微重现，市场估价约80万元。哦，好，谢谢王刚老师，谢谢三位专家。兄弟，我出10万买了，没门，晚了。20万我都要，30万我也要。我出恭喜他，恭喜他。好，我们请故宫博物院的副研究员李敏佳先生为你颁发金牌，有请。王刚老师，王刚老师啊啊，我有个小请求，什么意思？今天的金牌啊，我不想戴。耶、yeah ！我不想给我。这有点，我的老师呢就在现场，我想把这块金牌戴在我老师的脖子上。哪位是？以感谢他7年来对我的培养。哪位是？在韩乔生老师后边。哦，是那位先生。那好了，有请您。来来来，请。哎，您到这边来。哎，你要托。好好好好。尊重老师啊，请李先生为他的老师颁发金牌，恭喜。好好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李老师。好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李老师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呀，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啊。由此我不由说翟先生两句，翟先生经常脱口而出一句几乎成口头禅，就讲我学徒的时候老师或者说师傅怎么教的，就永远挂在嘴边上，即便现在已经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品经纪人和鉴赏家了，我特别崇尚看重这种精神。那位遮起来吧。同时恭喜大理跟乔生，一会儿见，朋友们别沮丧。觉得他这假的都有点出奇了，都拿来了，都是欧元，这个够了够了够了，肯定够。你带多少钱、啊、包里钱要不够你给我垫着。李菊生陶瓷艺术作品展8月28日至9月5日天涯盛大开幕，敬请关注。好了，过去的马上就过去了，我们来听听第二位藏宝人的介绍，您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赵博洋，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件乾隆款窦青釉的一件双耳瓶。这个瓶子呢是我代表我的一个喜爱收藏的叔叔带到咱们节目现场，请专家帮忙鉴定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件东西的器型相当的端庄大方，釉色非常纯净，拍质呢也是非常的好，我自报价是30万元。好，谢谢三位，请鉴赏家请。好了，请就位，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您看。大理先说吧，我觉得他这从胎质来讲比较糙，现在在很多地摊上都有这种东西。我觉得他这刚才说30万，我觉得他这假的有点出奇了，绝对地摊能看见这个，能看见，100%有。哦，但是他这个款儿可能是真点儿，瞧一般真点儿，这话怎么讲？款儿瞧着就是，因为我没见过这种款儿，这种款儿没见过，我没见过，这太多了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从那个形象来讲，我就敢说，感觉他这是假的。哦，那位，我已经晕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你80万呢？哟，他提10万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要呢？有这事儿吗？是，他是报价10万吗？当时我要说你退了，我给你12万，他就给我了，80减12。天，你说你这钱难赚，我看怎么样？专家给他点拨两句。因为我看要是我呀，啊，就不算这数，因为太麻烦，还得脱鞋。
还记得刚才那件精品吗？嗯，王刚老师刚才说了，这个凹进的地方釉都留得厚，凸起来的地方釉的浅，颜色就白了。对，这也符合那特点呀、啊。就这个，能让我们和那个碗呢？可以啊，您再看看、哦，你们再看一看这个，它是这样，它烧制的时候，它两边是凹进去的地方，它的釉就多；它凸起的地方，它就釉刷的就薄，它烧出来就白，它就有差色。你又干嘛？来来来，请教人家了。回去说，回去说那儿有话筒。不，您再看看，要不那老师。来来来，最后给意见了，那位。经过我个人的认真分析啊，看人家说神你这行，就算你分析。是我听了以后自己分析的呀。对，这话也对呀、啊，是得听完意见最后是假的。最后，乔生，我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最中肯的，因为我没有参加刚才他们的讨论。嗯。但我知道我刚才是犯了个错误。你犯了什么错误？因为刚才看完了以后，马上出去就取钱去了。你要买？我都拿来了。真拎着一个大包进来了。是真的，而且都是欧元。这个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肯定够。够吗？够，肯定够，肯定够。然后我回来以后吧，我又仔细看了看，我总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光线的原因啊，我看的特别像，在英国有一种运动叫 rugby， 知道吗？Football，rugby、啊、football 就橄榄球，你这特别像，总觉得它有点贼光。韩老师刚才提到那个就是这个光泽度的问题，啊、因为这个器型它这边有一个最高的点，我觉得可能您在那个位置角度上看，可能就是哪个东西都有高光点，它那个也有。我至少觉得这个光呢它不均匀。当然了，如果我的两只眼睛之间的这个眉距之间的瞳距拉开的话，横向扫描可能看起来就比较均匀。比目鱼，你要像我们纳威老师呢，基本上他一只眼在华盛顿，另外一只眼就在纽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二位啊，都是老朋友了，别因为上一回天下收藏打起来伤了感情。韩乔生，您既然这么自信，这么有知识，后被这生源团有一师傅还把钱都带来了，你能现在就给他砸了吗？咱俩说好了，我包里钱要不够，你给我垫着。嗨，你带多少钱啊？我一共今天带的不多，我主要是这个真的，我至少中国银行卡我带了。你要给人砸了，如果是假的，你当然掏钱了。不是，如果是假的，我没说砸呀，是你砸。就即便我觉得就是你还不是小伙子态度呢，如果他觉得这个是赝品，一个高仿品的话，他可能会提出来我退出。不退，哎，不退，还没问呢，你听他的，我问你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呢，是一个新物件。好了，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。王老师，能让我后面人看看结果吗？好，放下了，欢迎回来，啊，谢谢，二请护宝锤。嗯，好，慢点，您稍微慢。嗯，没事，谨慎谨慎。生死文书签过了，签过签过、嗯。现在情况不是太好，啊，现在退出还可以。小伙子，退出。如果拿不定主意，也可以电话连线。那我连一下线吧。连线行吗？跟谁连线？跟我一个叔叔，就是也就是这件本主。对对对。那你可得真得真得，我也建议你，那咱给他扶起来吧。不能吧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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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对人家不尊重。好，请工作人员为这位藏友电话连线。喂，喂喂喂，哎，你好，这里是天下收藏的演播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王刚。哦，王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现在跟你这位小藏友来电话连线。哎。哦，听得见吗，严叔叔？哎，我听得见。哎，现在现场反正几位嘉宾，包括韩乔生老师，还有纳威老师，还有张大李老师，都是觉得这个不像真东西。我这心里说的有点没底，我说问问您，毕竟咱们这东西。嗯，你呀、啊，把心放得坦坦的。那个韩老师他们呢，都是外行，你甭管他们说的，啊，你就放心你的。咱们这个呢，很多朋友都看过，只是真不假。
这点呢你不用担心。哎，节目后呢我请他们几位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咱们就不退是吧，严叔叔？这个我就告诉你，坚决不退，不管怎么着没你事儿。好好好，不管怎么着，你听这话啊，不管怎么着，没你事儿，行行行，也没我事儿，是吧？不是，啊，回头我就找王刚老师去。找您啊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，回去插个花啊，充其量是真的就得不到金牌而已啊。啊，我觉得当个工艺品也挺好，退了完了，工艺品我们就不砸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叔叔说，那工艺品多了，我能王刚拎着个锤子满世界到工艺品商店砸去吗？当然了，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，就是如果你和你叔叔这件，心爱的物件，能够幸福的被王刚老师来一锤，哎别，这个能感受这个被锤的快乐，你觉得值你就砸，如果你觉得不值的话，我真的劝你赶紧退出。退出，你真要退出的话，你像我拎着包呢，我可以咱俩商量好价钱。假的你也要啊？假的，假的我按花瓶的价格收购。哦，那好，工艺品价格收购啊？不退，基本上去掉一个万字，不退，不退，不退，真不退了，坚决不退。我也出一盘吧。你什么盘？我觉得是高仿，高仿。嗯，又出一盘，好好好了，请起立，站远一点，啊，哎，你那个，那位讲话不好说，都弄好啊，也别说，我看你心里不自信。王老师，我跟您说，咱俩还老街坊呢，真的，咱俩是老街坊。我这么高的时候，在我们家小区，咱俩坐一个电梯，同一部电梯，我见过。这是拉关系吧？啊，我以为你说你这么高，或者是我这么高。不能呢，头15年吧，那是在看夜幕下的，是吧？那有可能，夜幕下早，夜幕下快30年。那没他的了。那是小伙子，还没有物，精神变物质。打开了啊，改不了了啊，再改都来不及了，就没有一个认为是对的。金民古词文理变化万千，脚胎或者脚右瓷器，个性展露曾有特立独行。叫我老李可以，但是要叫我老先生，我就不愿意了。小李子，我这样问你啊，几经轮回，为何众口一词？我觉得很像人为的 A 货。你要结婚了，你爸爸怎么能把一个陪葬品送给你呢？8月27日为您解密脚胎右的前世。金身小心都折上，对，现在改还来得及，哎，来得及，哎，来得及，哎，还没念呢，真对不起，还没念呢，对不起小伙子啊，包括电视机前刚才跟他连线的这位藏友，请听专家的意见，冬青釉双耳尊，这个就变成冬青釉，是不是双耳造型较为随意，有失规整，略显笨拙，釉色含混，胎质松绵，款质书写有明显描摹痕迹，这点我倒是看出来了，较为呆板，总体风格及工艺水平与乾隆真品有一定距离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对不起小伙子，真是抱歉。那我倒恭喜你们这三个方阵全都猜对了，恭喜大家。你告诉我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出3000块钱，您给我。我出6000。8000。10800。10万，赶紧来，拿10万块钱来。人呢？不，10万呢？好，请您开始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庆梅，来自天府之国成都，我们那里山好水好人更好。今天受朋友之托，我带来了一件豆青釉。竹节纹方尊，请那个专家团帮我鉴别真伪。底下有那个大清光绪年款字，它的器型我觉得非常端庄，而且釉色也很莹润，所以我的自报价是6600，寓意是祝大家生活工作溜溜大顺。好，谢谢。下位请，他自报是光绪年间的，光绪年间才报了6600块，啊。人家的希望值不是很高，小心。嗯，来给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是晚清光绪啊，光绪年间的一个青釉的从事瓶。
哦。我特别想请专家呀、给介绍一下子，像这类瓶，比如它的形制，它是沿革了古代什么样一种器物，它有什么象征意义，包括它的纹饰。大家可以看见咱们梁楚文化的一宗天圆地方，我们在这个清代官窑当中呢都有这种宗室瓶，但宗室瓶一般都有耳，这个没有耳朵，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特别形象，就叫杠头瓶，抬杠的杠，杠头瓶。那么像我们看了这个三件的器物，就同样都是青釉，但三个釉色的略有差别，一个是粉青，第二冬青，这个是豆青，它在这个青当中略闪一些黄。那么我们看中间那瓶呢，是青当中略闪一些绿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粉青釉就很淡，特别清淡淡雅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好了，我们再来评判这件瓶子了，拿一点。这回乔生你先说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您刚才介绍的，我就被抛到大气层院外边去了？怎么转眼之间又忽然来了一个地球上的这个6666这么一个数额？我觉得有点不靠谱。嗯，因为我刚才在听您介绍，我特别注意到您来自天府之国。对。而且呢，这个瓶的外形是用竹子来做的，非常的美观漂亮，而且色彩上来看呢，可以用青的逼人的眼来形容。光泽特别的柔和，造型非常精美，怎么看都怎么像我们家柜子的那个盛饼干的饼干桶。又扯他们家去了。但是我们家的饼干桶呢，它是一个破铁皮，您那个呢就光绪年间烧出的精美的瓷器，这就大不一样。那当然，四川产竹子知道吧，有一个竹海，因为我们都喜欢竹子，正好看到这一尊又有竹节纹的，就特别喜欢，所以就对。因为的确确我们到过四川，人会对四川的竹子有很深刻的印象。对、不管是在杜甫草堂也好、对啊，还是在、这个、望江公园，哎，诸葛亮的，还是你到都江堰一路上，很多很多竹子，眉县的三苏祠和乐山大佛、处处可以看见竹林。对，但是呢、绝不是说这件瓷器它就是在四川产的。是啊，这我是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很美啊，四川是熊猫的故乡，那现在有中国熊猫研究所在雅安。对，您那不会是从光绪年间大清熊猫研究所讨来的一个物件？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、我只是讲啊，从这个首先这个物件它的精美的制作工艺来看，我觉得真的相当具有相当水准了。那你的结论是什么乔生？结论就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妙的、加工非常高档的赝品。嗨，好，赝品大理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听我后边人、大家伙的意思。大家一块儿说，我不发表意见，跟大合唱似的。好，假的你呢？你告诉我，80万真的还是假的？坏了！对不起，坏了！马上给找医生。我们这看看他多美，你不觉得他很小妹妹？你看小妹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可能比你大多了。咱们不管年龄的问题啊，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，您看可以吗？你说，两个人都说是假的，砸了太可惜了。姐姐，我出3000块钱，您给我干不干？这个不是我的，我出6000，6500。6600，7000，7600，8000，10800，100000，好，卖它，好，成交。能再搭个碗吗？美的你。这样啊，这样，你是四川来的是吧？嗯。我对成都有很深的感情，因为我在那儿拍过一个电影叫《血战到底》，所以呢。我支持你吧，好吗？谢谢。我支持你。好，谢谢。我揪着我的肝和肚支持你，行吗？哎呦喂！我攥着我的肺支持你，行吗？肯定不会辜负你的。这个我就叫你成妹妹了，就冲他们二位说，你就直说，这是假的，我豁出去了。你就直说，就是这就是真的，就值10万。
好了，我们请出专家最后的意见。王老师，但是专家得告诉我最后值多少钱啊？他让人拿泰币不行，人民币要估价的啊，人民币也没准10万我赚了呢。要10万人民币，我没说人民币啊，不是泰币啊。哎，这有点耍赖啊。啊，好，10万人民币。嗯。你给我弄个10万里拉日元韩元，那真的是另外一码事了。十万日元，谢谢你，放心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带着一个悬念，看看欢迎那位10万人民币肯不肯买？专家做完结论之后的瓶子，三请胡宝锤。谢谢。哎呀，真挺漂亮。好，按照程序，我照例要问你，生死轮。我说句话行吗？你们是我的后援团，真掏10万，兄弟有什么为难招展的，你们凑一下啊。好，这位四川的幺妹儿亲戚里，生死文书签过了。签过了。嗯，你看着没有？现在除了那位。心肝肺全掏出来了。喂，来来来来，哦，你来支援你。那威在这犯病呢。啊，没事，他只要不放倒就没事。你赶紧过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家的钱我跟你讲，让他在那儿我们都私吞了。是他太太，你太太，你电话没接，哎、你不能给我老婆打电话，这儿来了。你是那威的老婆吗？嗯你瞧，您是那威的妻子吗？哦，您说，您那威现在在这个。天下收藏栏目当中正犯病，你赶紧来听我的，真的。对你让他拿10万块钱，你赶紧来拿10万块钱来。哎，啊，他把人瓶子拆了。哦，好，你赶紧啊，我们就你要再不来，我跟你讲，已经进入倒计数，你赶紧抓紧。你要如果能控制电子账号了，千万不要让这个男人把你家毁了。这好，好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咱们啊，万一啊，我们估价3万。你10万还买不买啊？还成不成了、啊？7万他们出，我看看估价到底是多少。你还算不算数呢？王老师，你别吓我！哎，我能还个价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你自己这现在来不及了。这拍卖你自己喊10万的，你自己哎，我要求10万，我的加10块钱。好了，这还得征求意见。好。不退是吧？不退。要不要电话联系？不用，自个儿拿主意。是。好的。人呢？那位，至于吗？男子汉大豆，不是男子汉大丈夫。10万呢？10万有谁没人逼你啊？自个儿啊！我本来刚才想出5.8万，他一下跳到10万，我实在不是搭个碗，搭个碗啊！俩人拍卖啊，请注意啊！如果真的这就是玩笑了，如果拍卖会上要这样做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他这个款还真的挺像真的，他报价才6600。对呀、啊，他怎么可能卖的？哎，这个也不一定，在拍卖会上有无底价拍卖的，哎，无底价的有的时候1000块钱都买。老师，你看我的心脏是这么跳的。就在去年秋拍的时候。嘉德的一只粉彩碗，大家开始以为是民国的，是康熙的款，最后证明是珐琅彩。还有3道冲，有无底价，就是1000块钱可以成交的，最后拍到400多万。所以这样一个6600，你知道拍了多长时间吗？那个碗啊，55分钟，争了55分钟，这几乎破了世界纪录了。我求你们了，别折磨我了，行吗？你们谈得这么高兴、啊，真的别折磨他了。哎呀，哎，我还说反了呢。对不起，来，让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。豆青釉，竹节形方尊，造型较为别致，釉色青绿，略显含混，胎体厚重，胎质粗杂，款质书写刻板，其总体造型有明显臆造成分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对不起啊，通过这个呢，我们也引起一个警惕，有人认为一般仿品都是仿，最起码清中期以前的官窑啊，不见得，连晚清的就是光绪年间的也都有人仿了，只要有利可图。好了，那么让我们记住我们一向奉行的宗旨，就是那4个字，去伪存真，太必要了，朋友们，再见。